With both the PC technical test as well as the PlayStation 5 version of Arknights Endfield being announced during the Game Awards, I thought I'd go ahead and share some gameplay from the previous Chinese technical test. What you're about to watch is the first real boss fight in the game during my time playing last month. Over the next few weeks, I'll be sharing more and more gameplay from the Chinese version, so if there's anything specific that you'd like to see, please let me know in the comment section below, and don't forget to like and subscribe as well. Have a wonderful day, stay healthy, stay safe, and stay chaotic.再多几个人躺在这里，也没什么区别。 再多几个人躺在这里，也没什么区别。受死吧！你们会喜欢这个的。 几个人躺在这里，也没什么区别。乖乖待在那里。
再多几个人躺在这里，也没什么区别。 有点实力，别玩了，东西拿到了没？拿到了就早点撤，小子。用不着你提醒，还以为你和他们不过是一丘之貉，是我小看你们了，下次就不会这么好运。 菲奥娜，你看到了吗？佩里卡监督，刚才那个是传送协议，为什么？菲奥娜，你记录一下刚才的录像，这件事先不要告诉其他人。你要不要先向上通报一下？暂时不用，我心里有数。明白。 撬壁的人到底要做什么？发电站那边到底有什么？事情多半没那么简单，工团的搞不定，上百个裂地者都被干掉了。啊，我自己的话还好，我担心你和管理员会有危险。不管是撬壁还是联盟的事情，我们还需要更多情报。你们先回枢纽去基地，我去附近看看，说不定有什么线索。你一个人去？但是，菲奥娜，确认一下刚才提到的坐标。 马上。你去吧，一旦发现了什么情况，优先报告。 佩里卡监督，我在你们附近收到了一条来自联盟工团的广播信号，我觉得你们最好听听。联盟工团同事们，请注意，这里是工团地质小队飞塔五，可否有人听到这条广播，将使用内部线路与我们联系？如果你遇到了无法使用通讯设备的特殊情况，请打开紧急求援装置，我们会尽快到达你的位置。工团的人，紧急求援装置。 这是公共频道的广播。我定位到了信号源的位置，就在距离你们不远的谷地通道入口。是那个废弃的物流入口。我明白了。虽然用词很保守，但这个怎么听都是搜救广播吧。不过这附近确实有一块联盟工团的辖区，但是他们很少使用公共频道交流，这有点反常。实话说，我觉得肯定出大事了。先不管那么多。 至少他们是联盟工团的官方人员。菲奥娜，把定位坐标发给我，我们去看看情况。没问题。